好了，快好了，乔治，有美味的烤肠吃了。哎呦喂，谁呀？哪个不长眼的呀？晕死我了！谁叫你偏心不给我吃烤肠，我偏要吃，拿来吧你！臭佩奇，那是乔治的烤肠，你就不能让给弟弟吃吗？我才不呢，我就要吃，怎么的？最后一块积木，我的城堡就大功告成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嘿，乔治，你在干嘛呢？要不我送你一个保龄球玩玩呀？啊，我的城堡啊！再搭一个不就好了吗？可恶可恶，臭佩奇，都是你毁了我的城堡，我丢死你！好久没给小鱼儿换水了。喂，猪爸爸，快把鱼交出来！笨蛋猪爸爸，这么快就被吓晕了。佩奇，谁让你这样恶作剧的？你！猪爸爸、猪妈妈，佩奇现在这么坏，要好好教训一下他才行。这边的佩奇完全不知道自己要被围攻，还在呼呼大睡。嘿嘿，臭佩奇，这回我们可要好好的收拾你了，给你来个大花猫。喂，佩奇醒醒，干嘛呢？你自己看看你的脸。妈呀，我的脸这是怎么了？你看你看，这是你的病历。什么？我怎么得荨麻疹了？不可能啊！妈妈，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快帮帮我吧！让我给你听诊听诊，来，你自己听听吧。冷死了，冷死了！不能动哟，这样就能很快的消除病毒了。抖音。